性感版佛系少女。每一个都要宠你，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和气。电话响起，又在期待的奇迹，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。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，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。你说你喜欢死你喜欢，我怎么感觉这么好笑、哦笑死了！哎呦，也晓得，我肚子扭痛了。哎呀，我的妹！你们紧呀紧呀，我们。好不好？我要吐了。为什么我感觉我刚刚在撒娇，但是撒娇像撒的让人作呕啊？打滚撒娇，我会呀、啊，我去给你们打个滚儿，好不好？我今天换了新地毯，所以这个地是干净的。